我是一个贼，我一年里面大概有一个工作天，但这一日所赚的钱足够我用十年。可不可以告诉我，还有什么是你想偷的？我知道你是電子爆破專家，我有一把鎖 SG 爸爸，我想知道怎樣開。幾多錢你才肯做？你逼他陪我一晚，我要他做什麼他做什麼。咁多啊！哇，咁你讲嘢咁粗俗噶？粗粗都有啊！阿 Ken， 佢好指谋。埋我哋成班姊妹，你觉得值得咩？